好，我们练两个。好，对应的我们教材是案例十二。案例十二 ，A 焦化厂为民营企业，从业人员1000人，根据安全生产法关于安全生产机构和人员配备的规定 ，A 厂做法正确的是，可以只配备兼职人员，这都1000人了，对吧？不合适吧 ？B 可以委托注册安全公司事务所代管企业安全生产，这不合适，起码你得有专门人员，你可以再托管服务，可以的，所以这个不合适，因为你代管嘛，等于你自己都不做了呀。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价资质的评价机构代管，这也不合适，对吧？应当设置安全生产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根据生产法，哎，这应该是对的。可以委托具有作案师职业资格的个人企业来代管我们企业的情况，啊，讲到代管肯定都不合适的。别看哎呀，有作案师好啊，对不对？对，答案就是这个了。所以随便他怎么描述，你脑子要很清醒，很清醒。所以他就把专职人员跟作案师这就揉在一起呀，啊，把你晃的，对吧？啊，你看作案师就兴奋了，对吧？所以看清楚这个描述方式，还有后面代管的说法，对吧？提供服务是可以的，啊，可以委托提供服务倒没有问题，那个就考多选题了。案例21 ，F 公司是风力发电企业，有员工117人，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117人还不设机构，这不就是个问题吗？对不对？一定要配机构或专员。调查发现 ，F 公司对承包商安全生产管理基本没有涉及 ，G 公司驻扎 F 公司的安全管理顾问，由于经常参加其他单位的安全标准化评审和安全评价，在 F 公司实际工作中每周平均不到1天，相关人员啊，工作时长或者相关的情况也不满足要求，对吧？两名 F 公司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呢，日常主要忙于其他事务，也是不是相当于没有人来做这个类似安全管理工作。好，事故调查组在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 F 公司设置机构，建立相应的生产责任体系，各自的职责都有，对吧？加强管理，这是基本描述。好，接下来就问你一个问题，简述 F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哎，这不是第二档吗？主要负责人是第一档，这是第二档，对吧？当然是后面还可以考主体责任这个角度的，这个考是不是相当于是一种记忆题？管理人员吗？你就要想啊，对不对？是具体做啊，这不是牵头做，对吧？具体做怎么具体做？组织或参与，重点要记得这个参与。咱们组织参与，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对吧？应急预案的这个制定，然后要组织参与应急预案演练，这可以放在一起讲嘛。组织参与教育培训，要做相应的记录，对不对？然后呢，要开展相关的安全生产检查，及时排除隐患，要参与吗？啊，组织参与。同时有两个特别的东西啊，督促落实重大危险源这个东西，管理措施嘛。然后督促落实相应的隐患整改措施，这几个一写，思路几乎就相当了呀，就够用了。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就注意了。组织参与这个东西，对吧？教育培训也是，然后督促落实，这两个督促落实专门可以揉在一起写，就是靠着写嘛，因为你专门这样去记，对吧？啊，应急预案，然后进行检查、隐患排查，好，这不就正好就写全了吗？6分肯定也有啊。好，如果是考试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变化，这样更能体现我们是考的是实务，而不是考的是法律法规，因为这就是法律法规原文嘛，所以这里面字眼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变动。什么叫变动？你看，这是不是我们风力发电厂承包商，不管是公司对承包商和这个公司，我们先不管，是不是风力发电这个情况？好，关于这个公司，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不要用本单位了，
则拟定我们 A 公司或者风力发电厂等等这个描述方式，或者 G 公司，针对它阐述的情况，我们把这个情况的名字写进去。哦，风力发电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这看起来才叫真正的实务啊，在实际中做的一些事务，对吧？哦，这个也可以变几个字啊，显得就很饱满了，也很立体，对吧？可以做一点点调整。好，大的框架没有变，这分值不就有了吗？对不对？所以注意怎么去理解，辅助怎么去记忆。管你考问答题还是考选择题，都没问题。好，加第三个例题：张某为某国营粮库的法定代表人，负责粮库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安全生产法，下列关于粮库安全生产的职责中，不属于张某的职责的是：组织制定粮库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保证粮库的安全投入有效实施；组织制定粮库的应急预案，为职工讲授相应的安全培训课程；建立健全粮库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哪个都有啊，规章制度、投入、应急预案、安全培训、责任制，我们都有印象，对吧？所以这怎么去挑呢？像这样的选择题，对吧？脑子你就要想，怎么想呢？你别忘了。这张某是法定代表人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是牵头做，管理人员才具体做。你看哪个，这要不属于，你看哪个是不是太具体的就不合适。组织制定啊，保证，这个是特别的东西，对吧？组织制定，为职工讲授课程。哎呀，这个太具体了吧，对不对？一下就出来了呀，因为讲课是具体做，我们做什么？组织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就好了。我们只讲一年培训几次，一个季度培训几次，并不用我们去培训。谁培训？管理人员去培训，对吧？所以这个太具体了，不合适。我们只是牵头做的，对吧？这答案不就出来了吗？好，希望你这个就领会了。好，第四个，第一企业是一家肉品生产、存储、物流、销售企业，员工612人，某月开始试生产。甲为D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乙为实际控制人。丙为呢，负责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丁为总会计师，戊为总工程师。D 企业这个工序有运输，然后滚揉、灌装、熏烙、包装、冷藏等。主要原料有肉啊、水啊、食品添加剂。三过程中有天然气、液氨、柴油。好，这个角色有画，对吧？当然，你这画个兵、画丁也可以。总人数可以表示一下，然后作为工序有特殊的情况的描述。啊，这个厉害的肯定要画。说这里面顺便再讲，天然气厉害算是甲类的，液氨呢算乙类的，这柴油是一般是丙类的。啊，这都是特别的东西，所以要做个标记的。好，企业建筑有生产车间、制冷站、冷库啊，都是动的，对吧？所以可以标识一下，佐料库，然后配电室、锅炉污水处理站，有这个水，其实可以发生液溺嘛，对不对？当然，在疏泄工程中还可以中毒窒息别的情况了。好，宿舍楼主要设备有锅炉，这前面有锅炉描述了，然后这个锅炉也是特别的东西，对吧？变压器，然后有电梯，然后有叉车、冷藏车。然后有蒸汽，然后制冷管网，哦，有热的也有冷的，高温低温都有。好，16年底，D 企业开始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委托了一安全咨询公司进行风险评估、隐患排查等相关工作。发现呢，制冷站有氨泄漏的，注意哈，常年考这个东西，重大事故隐患就要有治理方案，怎么做是常年考的。好，配电室下面有燃气管道，存在爆炸的隐患，燃气也可以注意一下，对吧？好，D 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及咨询公司的一些建议，完善了规章制度，层层签订了责任制啊，就是责任制呗，对吧？开展了相应的教育培训，制定了隐患治理方案，对应的特别是重大隐患，修订了应急救援预案。好，接下来问你了，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安全生产法。问，D 企业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是谁，并说明其安全生产职责。
啊，别看到这个，哎，这个好问没专门学呀，怎么办？这没事，他随便描述，最终本质上问的是什么？第一人是不是主要负责人？然后主要负责人职责，还不是生产法里面的那些条吗？对吧？所以这个里面画的是可以做别的题目，但是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看看也可以。到底谁是主要负责人呢？甲、乙、丙、丁，啊，甲、乙、丙、丁算谁？对吧？好，首先您得讲一个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其实他们都算了，对吧？第一责任人，然后他们职责呢？职责有几个？你要注意怎么去理解和记忆啊？教过你的呀，有几个不可取代的，责任制，落实责任制这一块，对吧？然后呢，安全投入这一块，必须他做的，及时如实的报告事故，这三个三分得有了，然后其他都一样了，这是牵头做嘛？组织制定规章制度和规程，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对吧？组织制定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对不对？不就行了吗？后面再加一个，督促。检查安全相关的工作，及时消除隐患。七条就不是有了吗？你起码记住六条吧，记不六条你记五条也行啊，六分得五分。所以这个希望你理解了，加上一些记忆，个别字眼有点不一样没关系啊，整体意思是相通的，一样是得分的，但你不能一点概念都没有不合适啊，对吧？别的课你也考不了分的。好，所以这也是一样的。好，这里面呢，老规矩，你没有发现有一点小瑕疵啊？提醒过你的，所以你要自己心里明白，下次考试哦，我要这些注意。我跑虽然背了半天，对吧？哎，刚才不是背的这个吗？责任制，真健全的，然后安全投入保证实施的，报告，及时如实报告事故，这是怎讲的？组织制定，组织制定，对吧？然后这个是督促检查，这也是组织制定。哎，刚才讲的是没有错，为什么叫你注意某个小瑕疵点呢？刚才提醒过你，考的这次问的是低企业，我里面是不是可以讲建立健全低企业，对吧？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低企业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这个培训计划，把这个可以调整一下呀。好，希望这个落到你的心里了。考试的时候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记还是记基本的描述的，对吧？这应该就算掌握了，所以这可以考问答题，而且是时不常的考，经常考。好，第五题，根据安全生产法，关于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职责，正确的有：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隐患，督促落实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如实的报告事故，检查本单位生产状况，及时排查隐患，并提出整改的建议。哎，虽然你刚刚看过，我现在突然来这个题，你一旦放空，就是空杯心态，你重新看，你是不是真的掌握了？所以哈，你现在看看，如果你真掌握，这一眼看着你就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们这一块你就真掌握了，保证你法律那个相关那些分数也得到了。好，这是组织制定，是不是牵头做的意思啊？督促检查，这是特别的描述，对吧？督促落实，好像这是管理人员的两个专门的东西，对吧？这是他独有的，及时如实报告事故，检查及时排查隐患，提出建议，轮不上他来做啊，轮不上他来做，这是具体做的，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因为这个 B 难一点，这样专门记的，所以我就特别放到后面。但是希望我们学完之后，这个字都要会，不要哎，我都得一分，不像前面有些难的，对吧？你把握不住的一些具体的技术，如果没接触到，那我就得个基本分。这个是死的东西，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这就必须要都会了。好，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下列安全生产工作的职责属于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是：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隐患，提出整改建议，组织或参与本单位的应急救援演练，组织或参与本单位的教育培训，如实记录，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教育培训计划。哪个是属于
主要负责人的，是不是写来写去，只要你脑子清醒，随便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对吧？随便怎么样都是一样的，这个档次有点低了，是中层干的，具体干，对吧？这参与肯定是具体干的，这三个一排除，不就出来了吗？这个肯定是的，对吧？组织制定嘛，计划，这是大事情，牵头做的就好了。所以你要判断速度越来越快，或者就越来越熟悉了。好，这个应该很熟练了吧，也教过你怎么去记，选择题怎么做，问他你怎么去记，怎么把它写出来，怎么写得更完美啊，更完美。好，接下来这个还是关于这个机构和人员配备的。这一热电厂位于南方某省港口，共有350人。下列关于 C 热电厂的安全机构和人员配备的说法正确的是：车辆可不设机构，但应配备兼职人员。好像不合适吧？人这么多，对吧 ？C 热电厂应设机构或配备专员。哎，生产法这是它的正规描述方式。C 热电厂应委托具有资质的助燃师负责管理。应委托这就不合适了，对吧 ？C 热电厂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应当经厂级考核合格啊，考合格对吧 ？C 热电厂相关人员管理人员知识和能力要经上级单位考核合格。注意哈，这个厂级考核不合适啊，肯定考核不合适，所以。这答案出来就出来了吧，这考核合不合适呢？注意它的意思哈，是上级单位，如果这是变相，主管部门就可以了，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就行了。好，这一点希望大家要明确。好，这个等于把相应的配人员和相关人员的一些要求揉在一起了，前面我们是单讲，这个等于揉在一起，所以随便他怎么考啊，你一定要明白啊，这个对应的就这些知识点，他随便他怎么揉在一起都没事。好，厂级肯定不对，这个呢描述这个方式就合适了，否则也不对啊，也不对。